Hello， 大家好，小师又来啦。今天来到现场的是这个2003年的西米露 Saviro， 又称为台湾宾士 （Taiwanese Benz）。当时台湾的宾士有两台哦，在2003年那时候哈，一台就是我们的这个 Saviro， 那另外一台台湾宾士呢，就是这个韩国人最爱的哎 ，Metro Star 堪称哈密达。Benz Ford。Metro Star， 对，就是那一台，哦，欺骗盲人的那一台宾士 Metro Star， 嘿 ，Saviro 哦，当时在台湾从1996年开始贩售 A32 的版本，到1999年的时候呢，有一次的小改款哈，哦、A32.5， 嘿 ，A32.5， 我自己取的，啊、哦，改了金钻的头尾灯，那之后2000年的时候呢，又历经了一次蛮大的改款哈、哦，改款成为这个 A33， 好、哦，并且在2001年开始贩售。那但是呢，在2002年的时候呢，日本的这个日产公司被雷诺收购哈、哦，那没有控这个管台湾的这个事务哈、哦，他国事务没控管你。那当时的裕隆呢，就自行这个做小小的一个小改款的改造哈、哦，其实应该叫 A33.5 对不对？可是没有，直接就取叫 A34 了，没有漏气的。当时呢，推出了这个 2.0、3.0。还有增加了这个 3.5 的版本哦 ，A3 在 A34 的时候，所以全世界哈、哦、当时只有这个台湾有贩售这个 3.5 的 Saviro 这个版本，是这个裕隆做的一个稍微的一个跟动哈、哦，在这个变形虫的头灯哈、哦，跟 W220 哈、哦、宾士的 W220 S Class 有没有变形虫头灯？众所皆知的直瀑式的大水箱罩，宾士级的，再来还有这个立标有没有？最秋的立标哈，有这个立标要加价买，没有立标要扣价钱买哈。为什么？你看这立标是原厂的，好，原厂的立标是活动式的，那你如果是固定式的，那就是仿的。好，这个立标看起来这个 mark 有没有？当时裕隆的 mark 哦，可是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像是这个大宇汽车的 mark。它当时哈在 3.0 的这个等级哦，有两个，一个叫做 GX300，一个叫做 EX 的300。好 ，ES 是比较顶级的，那差在哪里哈、哦？大概就差在这个天窗，好、哦，顶级的版本，我们现场这一台就是 GS 的，它有天窗、自动预缩式的安全带，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双电动椅哈，驾驶座是8项，副驾驶座只有4项的电动椅，然后呢，前雾灯啊哈、哦、等等的一些小东西哈、哦，那当然啦、啊，它的心脏是大家最。听起来最开心的啊？为什么最开心？这个就是很有名的，叫做 VQ30DE 哈、哦。当时 VQ30 的这个引擎呢、哦，连续6年得到美国的十大引擎的大奖哈、哦。所以呢，之后呢，它就广泛的运用在它很多的车系里面。那包括大家最知道的就是这个 Skyline GTR， 或者是这个 Fair Lady， 哦，窈窕淑女。当然啦、啊，他们不一定是这个 VQ30DE 哈、哦。因为 VQ30DE 后面如果加一个 T 的话，就是一个涡轮的版本。那 VQ30DE TT 有没有哈？我们讲奥迪的 TT， 两个 T 的话就是双涡轮的版本哈。那当时呢，运用在一些赛事里面的 Fair Lady 的 GT 啦等等的哈，就会用上这个很狂暴的引擎。但是呢，我们台湾当然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的 Saviro 上面呢，用的就是最稳定的 VQ30DE 没有涡轮的版本。好。那待会呢，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内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走吧，处理啦。好，来是刚介绍到的哈，这个是活动式的立标，装逼专用。下面这个双色的地方叫做浪板，好，那个年代很流行浪板这种东西。啊，我们来浪板是送啥？可能是他们说这样看起来双色的哈，比较有质感，哇，比较高贵。当时啊，在很多的这个宾士有没有300E啦、2201啊等等哦，都有这种浪板的设计。其实这个也是仿照这个当时欧洲的一个进口车的一个流行啊。那当时配置的这个铝圈是3000特有的一个放射状的铝圈，那它的规格是215616哈，这就是它的原厂规格。尾灯当时哈、哦，它改成这个 A34 这个小改款的时候，改成这个上白下红。3000cc 的呢，会带两条这个装饰的红线。好，你如果在外面看到是上白下红，就是 A34 的，带两条就是 3.0 的版本，然后下面有这个一点一点哈、哦，
它这不是 LED 哦，它这是仿 LED 的，我都说很像高尔夫球，有没有？高尔夫球尾灯，就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装，当时最流行的尊贵、高贵，哎，哇贵，有没有？这样勾起来，后座遮阳帘。那当然啦、啊，它也有这个后挡风玻璃，也有这个电动遮阳帘。哈，如果当时3500最顶级的，它应该会有很多的这个控制键啊，包含音响啊等等的一个控制按钮。然后杯架，哦，它这个杯架的底部哈、哦，这个雷射的这个纹路做得非常有质感，这是金属的。哦，当时真的是把这个车子做得还蛮有质感的。后座出风口不错，你看，好厉害。几万块啊，哎，买一台配备这么齐全的房车，你说会好还是不好，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前座齁，也两组机翼的电动椅，人家啊2003年欸，好不好？那这里8项的电动椅，当然它也是脚踩式的这个手刹车，这个也是仿照当时的宾士的设计，然后从这边，好，当时的宾士也是手刹车，是脚刹车，电动按摩椅，啊，这个其实在后面陆续哈，大家也都跟进了，也没什么。但是电动按摩椅，因为车主哈把这个遥控器弄丢了，所以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用。电动遮阳帘呐，这个雪地挡、Power 挡，灯全开，后阅读灯全开哈，质感 ，Zafiro 牌时钟，对不对？然后这个木头有多多用多多哦，看得到的地方能有多少木头就上多少木头。那这里有一个当时叫做这个啪啪熊萤幕，有没有？它应该是会升起来。不过因为这个车主已经更换了这个现在新型的这个好安卓系统的，所以呢也淹掉了，淹掉啊，也没有定速的装置啊，哦，它只有这个当时的这个电话哈，哦，当时玉龙很喜欢坐上面土币威不威，再跑20万公里，每条表也要该要有20万了吧？2003年到现在16年，20万公里再合理不过了。啊，如果你要看这个调表后的数字，你可以告诉我，看你要调多少，我可以来帮你处理一下，都没关系。好，不过这个合约要写清楚，是你叫我调的。好，嗯，井盖打开，有没有看到油压顶杆？哈，在当时2003年已经是一个很屌的配置。映入眼帘就是我们的 VQ30， 好 ，V6 3.0。你要说这台车有什么通病？哈，它好，空气流动机如果说这个太脏啦，或者是这个阻抗不正确，电压值不正确的时候，就会造成你怠速不稳定或是熄火的状态哈。那其实我觉得这台车，你要说真的有很大的通病哈，其实并没有哈。那你说它会漏油啦，有一些耗材爱挖啦，我干嘛还三米加龙赶快嘛，对吧？那我觉得说买老车哈，我们买车况不是买价格，大家一定要记得，像这样的车，好，车况不好，进报废厂的不在少数。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说这个车回来我们还要花多少钱，漏油严不严重，有多少耗材需要更换啊，不然我等下现在开开有超过几台车的残值啊，那买这台车就不划算了。还有一个比较常发生问题的地方是在这个高压线圈啊，好，高压线圈在这个护盖里面我们看不到哦。那高压线圈我觉得也不能算是通病啊，打一下高压线圈都很怕，尤其是 V6 的引擎哦。 V6 的引擎因为它的这个温度会比一般的直式的引擎来得高，所以说它的其实周边的一些电器感应器的系统的寿命都会稍微短一点，包含这个高压线圈哈，它可能发电量不稳的时候，就会造成你刚刚嘎抡顺丢姐丢姐丢，比如你个老司机啊哈，一直丢一直丢，不知道丢上面小朋友哈，那这个就是可能你高压线圈有漏电。好，那剩下的都是一些垫片老化啦、油封啊、漏油啊等等的一些状况哈。你看像这一台啊，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引擎的这个上盖就有一些油气了哈，这个必须要再拆开再做检查一下。那我教过大家了哈，像它这个，如果它的倾斜的角度是往这一，那我们就必须要去注意相对低点的地方哈。不过我看它这个油是已经结块了，有可能是又干干的，这个可能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油气，还是之前换过垫片没有把它清干净，因为这不是单单嘛，你看它这个是结块的。所以这个还要再检查一下哦。这个水管你看有点胖，有没有？像这个水管都要注意，一根修花变肥肥啊。哦，不过这个引擎脚更换过是新的哈，哦，这个风扇水箱嘛新的呀，啊。好，所以一台二手车，哎呦，下面那只也是刚换过的。那纯这种年纪的车，车况不好，我敢不卖呗？好，哦，省得买回来哦，后悔。加完油来出发啦。
哇，你走那麼大地，不錯，今天實在太熱了，太寒。我这3000的西米露，当时号称220匹马力，见面油门就是吹到真崩，哇，这避震器这么软，220匹被嘎烂哦，没什么小路用，不像熊嫩啊，哦，你有220匹马力，问题是过弯好像不允许你冲这么快。今天天气太热，冷气都是紧绷在吹的啊。既然紧绷在吹的时候，吼，风的声音就会比较大声，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收音，好不好？很多观众朋友留言都说，哎，小师你的收音品质不好，无法度，无趁钱。我若有趁钱，我就买家私买了较好诶，对吧？我就请摄影团队，奥斯卡摄影团队来拍出 Disco Valley 的那种水准。Disco Valley 你知道？Discovery 有无 ？Discovery， 哎、欸，虽然它号称220匹，坦白说，这赛起来脑槽190几，还是200，应该的逃球啊。不过没关系，我们现在上高速公路哈，还是给它来吹看看。哇，这个双卡位，国光客运卡一位，砂石车卡一位，哎、欸，我要塞到位，别人拢免塞，拢恁兜的，对不？大车我那嘛是有三宝的啦，知影大担啥物边啊去，啊石头一直拉啊，安敢对？对，我们今天出来捡到枪，不是带着枪出门啊？有啊，有无？头前一台 Lexus 甲一台国光客运，两台卡条的，买就塞个紧的，无就塞个慢的，对无？哦，今仔出门就有这种三宝题材好讲，袂歹，拢免惊影片长度无够。呵呵呵不过、哦、我这样沿路起来哈、哦，还蛮顺畅愉快的。那这个 VQ30 这个引擎的感觉，这个油门的这个细致度，引擎的这个细致度哈、哦，坦白话说，这个比起Lexus 的这个 V6 引擎哈、哦，感觉细致度没有这么的密集呀、啊、哈、哦，这个奶泡没有打这么细呀、啊，哎。觉得开起来可能四速自排的关系，我觉得它齿比比较疏啦。那这个 VQ30 的这个引擎的这个表现哦，我觉得没有 Lexus 的那种 Toyota 车系那种 V6 引擎来的这么细致啦，哎，怕它抽回奶泡一种尴尬。但是啊、哦，我觉得它的转速提升的速度啊，变速箱的这个当你这个 kick down 重踩的时候的这个反应啊，比 Toyota Lexus 的车系快很多。随时哦，我一个 kick down 再加速，转速马上攀升到3000转，是很快的速度哦，不是那种哦很平顺那慢慢那3000无，你打了噗一下3000哦，但是整体我觉得开起来感受度是有那个感觉的啦齁、哦。那我们之前介绍那么多对不对 ？Lexus 有 LS、IS 有 ES， 那种介绍过啊，较新的较旧的哦，无那种介绍较旧的较侪齁、哦。IS250是最新的。那你如果哦要问我说，哎、欸，这个跟 IS、GS 啊、ES 那些车比起来啊，我个人会买哪一台？我跟大家讲，我会买3000的 Gavito。为什么？因为我没钱，你要不急，我的闪，我的灿卡，好不好？赤贫，好不好？这车便宜啦，问题少啦。小师我没什么钱哦，我就10万块，最好是不要超过最好。然后我又要带老婆带两个小孩还是带爸爸妈妈齁、哦、那我需要空间，那我去买一些 Vios 车车哦，虽然我知道它很省，可是我又怕它空间太小安全性不够，诶，这个车我觉得就正好符合你的需求。台湾宾士有没有一年齁、哦、税金就比 2.0 多5000块钱，那我先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好不好，珍珠奶茶可以喝很多杯对不对啊，可是要选对，不要选错饮料店买好不好，那个新闻都有公布嘛。好啦啊，不管啦，5000块钱哦，你要换成饮料喝掉也好，还是你要去哪里啊开启嘛，后自己就去判断。那基本上哦，站在这个保修的立场跟角度来看，一样是 V6 的引擎，一样是 Saviro 的车底结构底盘结构，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这个价格上面的维修价格上面的落差，觉得这个车避震器是舒适取向哈、哦，所以它后面的所谓的这个
QT 悬吊啦，哦，它就是类似一个扭力梁，可是它中间又多了一个可以这个减震哈，可以稍微的一个滑动的一个装置哈，啊，增加你的舒适性跟操控性。但是其实我的经验啊，无论是以前的这种霹雳马啦，对不对 ？Massima 啦，好，还是 Savino 这种 QT 悬吊哦，开起来的感觉会让我觉得有一点滑，啊，屁股的滑哦，更胜过一些欧洲车用这个扭力梁配置的这种，我觉得它的滑动度会更高，就快咕咕溜咕溜啊那一种感觉。那当然舒适感是提升的，是没有错啊。不过哈，哦，它这个爬山，我觉得不会觉得有气无力的感觉哦。我油门这个一直都只有踩一点点而已。其实哦，这台车是裕隆史上哦最成功的一台车啦。那我相信哦，它也是很多这个观众朋友哦从小到大的一个回忆，对不对？它从1996年哦一路到2004年，甚至在20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 Tiana 已经推出的时候，他们甚至还同步在贩售 A34 跟 Tiana， 那就可以知道这一台车做得多么的成功，还有卖得多么的好。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比如说进气歧管啊，容易漏气，一些垫片啊，容易漏油，一些在老车上面很常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外，那也有很多的网友会反映说这台车的避震器很容易挂碟。那当然避震器如果更换的是这个副厂通用的，当然零件是不贵啦齁，所有的这个零件价格我们依照惯例齁，还是会帮你们做个功课 list 在旁边给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齁，给你做一个参考。那当然啦，啊，我们再次做一个强调齁，买老车我们注重的是车况，绝对不是车价。傻逼有这台车呢，车况不好的你在报废厂都找得到，但是照顾的好的呢，我坦白说，像我们出去外面收政府的旧换新补助的5万啊，我要给你买1万还是买2万，你车哪就是也你跟买我哦，除非你跟他就好的，除非你就是觉得小师我这台车很棒，对不对？你回去我给你赚钱，我卖你10000就好了，有机会。但是一般来说齁，通常很难你买得到低于，如果车况好的话，你很难买得到低于5万的一个价格啦。当时这一台车的宁静度啊，堪比这个劳斯莱斯，有没有齁？当时的广告呢，它就是用劳斯莱斯为一个竞争的对手，说这台车隔音瓦赫瓦赫。那的确齁，当时的这个用料啊，在那个时代算是非常好。其实坦白说齁，它的所有的这个皮质啊，还有这个塑胶的这个质量啊，一直到了现在齁，我觉得都还是用料还是可以算是相当的好。但是啊齁，毕竟也是16年的车了，对不对？当时这个堪比劳斯莱斯的这个隔音啊齁，到现在你如果还要求它比现在的新车，甚至比它下一代的 Tiana 还要好，那坦白说齁，你是有一点为难他了啦齁。你就好比说齁，我20几岁的时候一个晚上可以7次，对不对？那我现在40几了，对不对？我一个晚上大概也剩下5次而已，对不对？你不能要求我还是7次啊。我老公一个一夜5次是起来尿尿。车到这个年份齁，也不要要求他的隔音说真的要跟这个什么劳斯莱斯比啊，还是要跟这个现在新款的车子去比啊。啊的确是有一点点的老态，小小细细碎碎的杂音呢还是有出现啊齁。不会啦，这个如果有空间需求齁，来买这个车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棒的选择。没钱你去买双 B， 叫做装 B， 对不对？那没钱我们买老的台湾宾士，叫做情怀，好不好？我们开的是一个情怀，对不对？从小到大的一个回忆。不过我现在上高速，我这样上高速公路，我真的觉得它的隔音风切声的处理，跟我试很多更新的车比起来，真的还是数一数二，算不错了。尤其齁，你想到它的价格，再想到它整个配备的表现，隔音的表现，底盘的表现，引擎的表现，
我们真的觉得这个才叫做 CP。 你想想看啊，一台车回来，老车哦，你花个几万块买回来，四条轮胎都要换，就要花你多少钱？四只避震器要换，又要花你多少钱？漏油处理一下，哦，引擎角处理一下，我跟你讲，就超过这台车的残值了啦。哦，那就是端看你觉得说这台车你买多少钱回来还要花多少钱，划不划算？买老车卖贪小，好不好？不要贪便宜。啊，像很多网友都会这个 YouTube 下面齁，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来哦诶，来口连体神经啊，我来口连体神经哦，他就问啊，小四，你弄他厉害，你都这么棒，这么佛心，车子回来我都整理检查再卖，对不？啊，你的车是都没派哦，我跟你讲，车哪没派哦，我留给我爸开就好了，我卖你干嘛？对不对？我会让铁皮白工，哎，先生你好，你要找什么车？哦，小四哦，你是小四先生哦，对对对，那个我要找不会坏的车，靠腰啊，不会坏的车或者老的，或者我的卖你，我那真正还厉害，有在条回春，中国车回春该拢没派，大概拢免买新车，拢来个小四买车的哦，我就红了，妙手回春，蓝鸟金借用，嘿，刚才卖油啊，我这条油啊那吃落，对不？保证你回春，下下叫，叫叫叫。哦，你莫叫唔敢，那可能。车跟人一样哦，会依照年纪出现老态。我有做这些事情，你买到了，减少你车子故障的风险。那我做家的代志，你等于你有靠放心。很多客人来打工，小四，哦，我好担心哦，我好担心买中古车回去问题一堆哦。我跟你讲，我比你还担心呢、啊。听起来，我一年卖几百台车。我如果品管不好，哇，干了我另家还的还息啊，对不？我们当然希望，我比你还担心车子问题多，所以呢，我一定是希望这个车子问题一定是交给你，越少是越好的。所以我宁愿哦，我前面累一点，对不对？多花一点时间测试，多花一点时间检查，哦，拍影片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要减少大家这个，减少这个浪费大家时间的这个机会。完成一次愉快的交易，回去你爽爽开，对不对？我钱爽爽赚啊，不啦不啦，我钱少少赚。哎呀，我也是要赚一点工钱啊，对不？投资是有赚有赔，对不对？投资婊子有去无回啊，还要参阅这个公开说明书，好不好？例如金山的金牌球神星啊，吼，还是孤山的孤桃红神星啊，不是啊，孤山的孤桃红先生，哎，不是孤桃红。他们就很多人会问啊，哎、欸，小四啊，你可不可以做什么车什么车的影片试车啦？小四，你可不可以试哪一台车哪一台车的影片试车啊？等等的哈、哦。那有机会我一定是会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可是问题是在于说，因为我觉得第一个要我有收到嘛，我若无收到这台车，我都无机会，哦，没有机会拍影片给大家看。那再来，当然就是这个要有这个。值得说的一个点啊、哦、我才会跟大家做分享啊，不规定都听我在说干话也是很无聊啊，对不对？其实我压力很大，你知道吗？我压力的大不是来自于跟大家介绍车子，好不好？我压力的大是来自于怕大家看完影片觉得不好笑，不好笑，对吧？我现在已经变综艺咖，对不对？我们本来一个专业的哦，中古车达人通告不雅变专业的讲干话达人，对不对？每天都为了这些梗，这些客户觉得好不好笑在烦恼在忧愁。那基本上啊，今天的这个 Sapiro 试车我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啦齁。我觉得它是一个无论在市区啊，无论在高速公路都是一个很轻快的车子齁。那我相信一定是 3000cc 的一个效果。如果说齁你是这个 3.0 的版本啊，这个不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啦，这个是小四去实测啊，问一下很多的车主反应过来，包括这台车原本的车主哈、哦，这台车子也是小师在3年前卖给他的。好，那这个车主也因为哈、哦、他已经又更换了这个 Dienna， 所以他又把这台车卖回来给小师，所以一路上呢都是照顾得非常好，然后是一个某大学的教授啦哈、哦，所以他这个车真的整个照顾得很好，连我刚刚在这个山上露营哈、哦，这个环保队的清洁队的看到哦。都过来关心说，哇，这台车是新车，怎么那么漂亮，对吧？够料真的是不错。那他统计的这个油耗，市区大约是在7点多公里，高速公路大约在11公里左右，这个是这个3000cc 的一个油耗的表现。
那 2.0 的油耗，如果同款车的 2.0 的油耗哦，大概每公升都会比这个 3.0 的减少大概一公里左右的这个油耗啦哦。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除了这个四速的变速箱齿比比较疏，但是我觉得它这个齿比的疏，因为它的调教，所以让你在市区哦，二档三档或爬山啦哦，还不会让你觉得遇到这个很没力的状况发生。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那也谢谢大家哦，多多的帮小资分享啊，订阅啊，那鼓励我来做更多的有趣的影片。那其实哦，从宾利的这个事件过了之后啊，老师觉得有点累了啦。那累的地方在于说哦，你要我很认真的去跟大家分享介绍一台车，我是 OK 没问题。那其实大部分的压力是在于说，怕大家哦看了影片不开心啦。老师哦，拍这个影片除了希望大家能够吸收到跟汽车有相关的一些知识跟大家分享以外啊，其实我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来看完这个影片。所以啊，我觉得大部分的压力是来自于这里。哦，而且这个宾利的事件发生以后，我发现哦，做这件事情，如果要真的要把这个盈利啦，齁，还是这个分润啊、赚钱啊放在前面，我跟你讲，我早就放弃了。真正的不够工钱啊，不够工钱啊，真的不够工钱啊。齁，所以也会造成说，小师哦，有这种无力感。不过没关系，希望你们多多帮小师，把小师介绍给你的朋友们。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记得哦，多帮我分享哦，记得订阅哦，好不好？鼓励我做更多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好，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哦，下次见哦，拜拜。这水哦，那台中医啊，敢新的嘞。等一下。你看眼睛如水，啊，眼睛如水，哦，有无？这眼睛有水无？这是来我跟他的姐姐啊。系啊。